湾区金门赛马场延长停赛，直至12月26日。位于东湾的金门赛马场 Golden Gate Fields 延长赛马停赛，直至12月26日，预先安排的冬季赛事开始为止。这个位于伯克莱市北部三藩市海湾沿岸的赛马场，之前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爆发影响，先关闭一星期，其后将观场延长到11月底。场内的所有设施彻底清洗，而库员以及支援工作人员都要做新冠病毒检测。金门赛马场职员称，会继续测试，直至所有人测试都是阴性。马场有1300匹马，会继续接受每日护理和练习。天下卫视记者徐英报道。